喂，Hello，Hello，hello 好的，Agnes，Good night，好，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我们我的声音吗？August，好像也是一位老老学员，是不是？好的，很好，谢谢。声音偏小还是怎么样？还是说需要再大一点？ 还是说正常？好的，Leslie，嗯，以前好像有个学员叫 Leslie，但是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同一个 Leslie。好，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哈，很好，好，我在群里面再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你是吗？好的，对我记得那个同学他，他的他他的那个名字就是要 Leslie，然后没有后面的这三个字母，所以我就想会不会是改名了还是怎么样？好，嗯，怎么样？我把那个分享一下好，我们七八点钟准时开始哈。 大家可以把我们，嗯、呃，之前的这个课件哈，这个 handout 打开，然后打开到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 Learning s Growth。我们八点钟准时开始哈。 好的，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不等其他的同学了哈，因为我们这个也有回放，所以说如果说稍晚进来的同学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回放，然后再把前面嗯错过的部分把它补上就可以了。好的，各位同学晚上好，呃我是 Rachel，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开启我们第十一期写作精品课第五次课的这个学习哈，呃，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Learning s Growth。 它其实你看标题的话，就以为只是说教育的发展，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看了文章的话，会会发现它其实具体就指的是线上教育的这个迅猛的发展。那么其实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话题呢，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教育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 考的非常多的，在无论是在哪哪一个考试，呃，雅思啊、托福啊，或者是其他的考试，这个话题应该来说是口语和写作里面一个非常常考的话题哈，所以有必要我们还是要把它再，呃，呃，接触一下，再准备一下。第二个的话，就其实是说这个话题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的这个背景是特别的。 贴合我们说，疫情之下，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对于学生群体，对于我们学习英语的这些人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学习方式受到了改变，对不对？以前可以面对面线下进行的东西，现在都很大程度上都挪到了线上，或者说是一种 hybrid mode，一种这种混合的模式，可能一部分线上，一部分线下这样子。那么这个话题其实本身，嗯，非常的日常生活化。 然后也接触了很多，每个人都能够谈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哈，万一如果哪一天别人问你说啊，那你对于这个疫情之下的这个呃线上教育你有什么看法？那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话题就说的非常的有条理吗？是不是我们还得积累一下相关的词汇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就选择了这篇文章哈，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线上教育的这个迅猛的发展。好。 呃，首先是一个这个自我介绍，像嗯，其实我们班上有很多都是以前的老学员了，我们都很熟悉哈，我这边就不跟大家赘述了。然后，如果是新的同学的话，在报我们课程的时候，其实可能多少都有了解。然后，呃，我这边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你在跟人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技巧。这个也是我之前看另外一个朋友他在做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说，呃，因为其实。 一般你要向人家介绍一个东西，在一个特别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里面，别人可能他他他不会去记你那么多细节，对吧？他他他是需要一些噱头，一些他的记忆点的。那么这时候，这个点越小，然后越容易记住，肯定是越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些很短的时间之内让别人记住你？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想想的，去去去去琢磨一下的，对不对？有一个小的技巧的话，就是其实你可以用数字。 用一些很小的数字，比如说这里我给大家列了一二八九这几个数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那你肯定相对于别人来说，那听众他就会觉得说，哎，哦，这个人只要我记是四个数字就够了。那这四个数字也非常容易联想，比如说一就代表 Cathy 的一笔，然后二就代表二口，八和九分别是雅思的总分和那个单项的分数。这样子别人可能一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要给人家一些比较深刻的记忆点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用数字这个方式哈。好，这个题外话哈。好，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的写作。呃，其实，在进入我们的课程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写作，我们说写作其实有一点像是盖房子，那么你的地基一定要把它打牢。如果说这个地基歪了的话，我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可惜的。 那么，其实，在西方的学术写作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呃，老学员可能比较熟悉哈。我们之前也说过，叫做 burden of interpretation，叫做读者的这个认知负荷，对不对？换成更加学术的语言，就叫做这个 cognitive load，对吧？他在读你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认知负荷，也就是说，他需要花。 多大的精力去读你这篇文章？他需要记多少东西？他需要自己去思考多少？他需不需要停下来去质疑你？就是他这些东西，他的这个脑力的消耗程度。那么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是要尽量的去降低啊，reduce 我们读者对于我读我们这篇文章他所需要花费的精力的。也就是说，别人在看你的文章之后，他不能说我看了，好像又没有看的感觉，对吧？ 我看了，倒是看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如果他读完之后还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的话，这肯定是不行的。他需要读完你的文章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眼前一亮、如沐春风，就感觉说，嗯，就是这样。我能够 sit back，我能够躺在，就是躺在椅子上，把你这篇文章读完。我知道你说了啥，而且我还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要给人家这样一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就是你要降低他的认知负荷，你不能够让他。 心想，哎，好这一块，为啥有这么一个结论呢？你是不是 A 到 B 之间你跳跃了一下，还是说你你说了这么一大堆，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就你句子和句子之间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就如果文章反复出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那你肯定是没有降低你读者的认知负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这篇文章就不是 read、er、friendly，就不是对于你的读者一个友好的文章。 那么，如果你对于读者不友好的话，那你设想一下，你的读者会对于你友好吗？肯定也不可能，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写这篇文章的身份是作为一个学生、一个考生，或者是甚至于，比如说以后你工作了，你想要把文章拿去投稿，你是作为一个投稿人向一个审稿人去去推荐、去推销自己的文章的。他们是上位者，我们只是平平无奇的一个路人甲，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想办法去打动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打动他们。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让他们想太多，不然他会说你这都说的是些啥呀？我别人的文章我花半个小时，我一下子看完了，我还能给出意见。你的文章我花了半个小时，我还在读第一段，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啥，这样肯定不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写文章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一定要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中文里面我们可能以前会说啊。 读不读得懂我的文章是是是读者的问题，对不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吧？呃，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读一篇中文的文章，可能会说啊，你要想想有一个题目就会问说啊，作者这一块说外面的天黑了，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你就要说啊，他反衬的是作者的读者这个作者的心情，对不对？就是你要去猜作者的很多想法，这是我们可能一个中文里面一个常见的写作套路。 但如果你在英文里面，你还说你猜猜我这一块写外面的天黑了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会 care 的。OK，就是特别是在一个学术的场景里面哈，所以说一定要降低你读者的认知负荷，be reader friendly。Friend ally. All right，好，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嗯、呃，哎，好这一块哈。 说到，就是说，说到怎么样才能做到 reader friendly 哈，其实，在英文里面，它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 plain English movement，plain 表示简单的，对不对？简明英语运动，听起来跟我们中文的这个白话文运动有点像，是吧？OK，好，那么什么叫做英语里面的简明英语运动呢？其实它的产生背景和它最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都可以从下面这句话里面能够略窥一二。 大家能不能看看这句话？He was conveyed to his place of residence in an intoxicated condition。这句话有十二个单词。大家读完之后，能不能用中文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觉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He was conveyed to his place of residence in an intoxicated condition。 大家应该在打字了，对不对？好，convey 都认识哈，运输、运送。什么叫 place of residence？他被安全的送到家里了。嗯哼，好的，谢谢 Jade。好，这是这里面就是这个 in an intoxicated condition，对不对？这个 intoxicated 是啥意思呀？好像看到有个 in 表示的是否定前缀是吗？哎。 他在醉醺醺的状态之下被送到了住处。好的，这个神经蛙同学很好，谢谢。对，这个 intoxicated 有一点点迷惑性哈。看到它前面有一个 in，好像觉得它是一个否定前缀，对不对？但其实这个词哈，intoxicated，你要把它我我就是完整的看，它其实就表示的是这个什么呀？醉醺醺、醉酒这个状态哈，中毒了、醉酒了。好，对，其实就是神经蛙同学说的这个意思很接近了，就是他被他在醉酒的状态之下被送回的。 家里面对不对？好，那么如果说哈，我们要来符合简明英语这个运动的这个目标的话，把它用一个简明的英语把它写出来的话，能不能大家试着写一下呢？用更少的单词，更加简单的、更加常见的日常的英文单词把这句话写出来。因为这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例句话？就是这句话其实。 你会发现，比如说 intoxicated，别说我们了，很多英国的 local，他们都不见得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英国的文盲率还是挺高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啊，这是他们的母语，他们肯定就知道 intoxicated 是什么意思。不见得，很多人都不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 place of residence，什么叫 place of residence？明明可以用一个词说的，为什么要用三个词来说？就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太文绉绉了。 所以说，后面人们就说能不能说人话，用更简单的语言把它说出来。大家能不能试一下？He was sent home drunk。很好，Agnes。Ag nes, 那这个加了一个逗号是吗？其实这个逗号我们完全可以把它 remove 掉，对不对？He was sent home drunk 也是一样的哈，很好，非常好，好，非常接近了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Sam 这个答案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 convey 它，哎呀，我这个鼠标。好，我们可以说 he was carried home drunk 哈，因为这个 convey 运送嘛，你这个 sent home 也可以。OK，好，he was carried home drunk 或者 he was sent home drunk 都可以哈。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你可以用五个单词写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来把这个用十二个单词，然后用一些其实可能连 local 都不太认识的这种单词所写出来的这个一个句子，把它表达清楚，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简明英语运动。就是很多 native speaker 他们都会发现了说，说现在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文绉绉了。它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你写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人愿意去看。你太文绉绉了之后，你那你就是继续阳春白雪下去吧。那我们这些下里巴人就不看了，对吧？OK，所以。 因为你写个东西，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去打动别人，而不是告诉别人说：“你看，我知道什么叫 intoxicated，我能够写出一个这么复杂的句子。”你的目的并不是去 show off，不是去炫耀这些东西，对不对？你的目的是把你的想法，你想要传达的信息，把它输入进别人的脑子里，去说服别人，对吧？所以说哈，我们就是这两句话，如果说按简明英语运动它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肯定是第二句话是更好一些的。 好，如果那你有一幅专门有一幅漫画哈，他以前就说到什么叫做简明英语运动，就这一个这么一个长篇大论哈。如果你把它放到 plain English plain language 的这么一个炉子里面去烧一烧，你看它最后烧出来的啥？就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一张纸一页纸就能够表达的东西。所以这就是 this is what it will boil down to，对吧？就是你你把它就。 把那些没有必要的花里胡哨的东西都砍掉了之后，其实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所谓的简明英语运动哈。好，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就是关于简明英语运动它的起源呐、啊，然后你真正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啊，这两本书里面都有谈到哈。这两本书到时候也会发到我们群里面去。好，但是很多同学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怀疑的境地哈，说老师你看我平时我读的那些文章。 都是第一句话，好像我我我这这这这种句子我见到的几率更高，对吧？特别是比如说，如果你去北美要考 GRE 的话，这样子的句子就太多了。那那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到底是应该遵守哪个标准？我是遵守简明英语运动的标准，还是说我去去去去按照我平时我自己输入的那一些的那种语风，我我再来模仿？这也是大家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哈，经常有这么两。 两两类的这种同学们的 feedback，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也这样写了，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高分呢？对吧？我也按照老师说的简明英语去写了，可是我的句子为什么被考官认为说没有 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我的语法没有这种多样性，对吧？我没有 lexical resources，我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些东西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哎，我怎么样去找范文？其实我们其实很多同学会去看那个 Simon。 Simon 哥他的这个范文对不对？会发现说，好像 Simon 的文章也还行啊，我我我感觉我都能写出来他的文章哈，所以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平平无奇 Simon 哥，对吧？好像 Simon 哥的文章跟 Play English 也比较接近，那为什么他的文章就是高分的呢？我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为什么在考官那里就是八分九分的这种范文呢？这里面这个矛盾点在哪里？就是。 其实我们说 plain English movement，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为了去传达信息，但是你的信息怎么样能够传达到别人那里去，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在传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说 plain English，它更多的是一种遣词造句的，就特别是词的这个层面上，你不能用一些太复杂的词去去说，对吧？但是一个文章只有单词这个层面吗？ 很显然不止，对不对？而且单词这个层面，它也是有很多的细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虽然说我们要有简明英语这么一个理念去遵循，但是 details matter，细节决定成败。一篇文章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下功夫的。我们今天的这两今天和明天的这两节课，就来讨论一下，如何在简明英语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能够写出细节感，能够让读者觉得说。 哎，这个文章，嗯、呃，真的是我读起来又不难，但是呢，我觉得你写的还挺好的，就是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哈。好，我们说，其实文章，你比如说有动词，对吧？你的单词的这个动词你用的准不准确？那么你文章段落之间的这个这个这个衔接与连贯，你有没有把它做好？这种逻辑关系有没有理顺？每个 chunk 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有没有把它弄得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一目了然？ 顺理成章，然后之间是有有这个逻辑关系的，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些细节做到位了，那么就就是做到了简单，呃，简明但不简单，这样比，这么一个目的哈。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好，其实我们嗯，现在这个疫情之下哈，我们是接触过很多的这种教育科技的软件的。 大家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之前都接触过哪一些这方面的软件呢？我这边给大家截了一个屏哈，就是我自己用那个那个在那个 App Store 上，用用苹果手机截了一个一个屏幕，然后这上面有 c o s e r a 对吧？还有这个中国大学慕课，这大家还有接触过其他的一些软件或者是平台吗？教育科技的学习学习通。 哦，对，学习哇，大家都说，沪江，哦好对，沪江网是个非常好的平台，学习通啊、哦，知道多邻国很好，好，大家都有，看来大家都是线上达人，C C Talk，好，很好哈，有的是直播的，有的是那种可能偏社群分享类的哈，非常好，好，对，其实。 我们说这个线上教育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了，在疫情之前早就已经出现过，可能十几二十年都有了吧，哈。之前比较流行的像这个 c o s e r a 对不对？也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在线的公开课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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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应该怎么样点一下？ c o s e r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叫做中国大学慕课，对不对？这个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慕课哈？我们这个慕课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个音译，对不对？那么慕课它对应的英文叫做 M O O C，对吧？慕课，那么这个它是代表哪几个单词呀？什么叫做慕课？这么一个缩写，它的全称是啥？ 好，大家肯定在 brainstorm 呢啊，我这边就就就就就不等大家了。如果大家想到的话，可以分享到大型哦、呃、，OK，大型公开线上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Very good，很好啊，对，就是这个啊，大型开放的这个在线的课程，OK，好，就是说这个 Massive 对吧？大型的 Open Online Courses 这种在线的课公开课哈，好。 那么其实还有很熟悉的 TED，对不对？TED 也是一个大型，虽然说它不是一个 application 哈，更多的像是一个这个 website。好，还有这个 Khan Academy，对不对？可汗学院哈，这个也是在国外曾经一度也是非常风靡的这么几个软件。大家刚刚说的这个互相啊、学习通啊、CCtalk 呀、啊，其实哈、啊。 大家可以找一找它的英文的官方的译名，比如说像 C C Talk，我们知道它叫做 C C Talk。那如果说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想要举一些中国本土的这种 local 的例子的话，你总不能说沪江吧，对吧？那这个时候，它的沪江的官方译名是什么？这个大家要学，要去积累一下哈。好，这个是提醒大家，对于这种常见的名字，比如说电影的名称，比如说他问你你最喜欢的电影，比如说《当幸福来敲门》。 你不能说 "When happiness knock on the door"，对吧？那这个时候，当幸福来敲门这个电影用英语怎么说？比如说他问你，你最喜欢的那个那个篮球明星是谁？你说我是艾弗森。那艾弗森用英语怎么怎么说？对吧？比如说他会问你，你你有没有接触过线上教育？你说我接触过。那多邻国用英语咋说？这些名字哈，一定要去积累。OK，这个不能说想当然，说我好像知道他的中文。 你不能现场把它自己把它翻译成英文，对不对？现场一般来说翻译都是不太靠谱的。好，这个大家要注意。好，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这个这个呃对象目标哈，就是到 b y j u i c e 对吧 b y j u i c e 它是一个在印度、孟加拉、呃尼泊尔这些几个这种国家比较流行的一个这种在线教育的一个平台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它这个作者讨论了什么。 首先是我们的标题，第一排这个就是其实是说说明这个领域对不对？Education technology 这个教育科技，它的是它的这个领域。然后 learning growth 教育的这个扶摇，扶往直上对吧？OK，或者是教育的这个迅猛发展、蓬勃发展。然后它真正的标题哈，The pandemic has turbocharged the a d t e c h business. Can it last? OK，他说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 疫情之下呀、啊，我们这个在线教育啊，就好像这个教育科技产业啊，就好像被 turbo charge 了一样。那么这波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呢？它能够持续下去了吗？这里面这个 turbo charge 我相信男同学应该很熟，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科技用语，对不对？它是什么意思呀？to make 它其实本意表示是这个涡轮增压，对吗？ 汽汽车的这个动力方面哈，涡轮增压，但是它还有个引申的意思，叫做 to make something grow or increase at a faster rate than usual or to make something much more effective，就让它比平常的这个增长速度或者是它的效率要快很多、高很多。这个用我们中文哈，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表达，网络化的表达，大家大家可以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词，把它翻译一下，翻成中文。 我们说疫情、新冠疫情好像给教育科技产业干嘛了？把它 turbo charge 了一下，给它涡轮增压了一下，还是给它打鸡血，非常好啊。August 很好，OK turbo charge。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反过来，我们可以来积累一下这个词 turbo charge。如果下次你想说到什么什么东西被另外一个东西一下子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影响非常好的话，你就可以说他被他 turbocharged，对不对？好，就是本意叫做促进、推动、增强，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什么什么东西打了鸡血。好，比如说李先生，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他承诺将采用有利于商业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哈，那么这里面推动经济增长，推动什么什么东西发展，我们就可以用 turbocharged 来替换，对不对？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想一想，这个句子如果你来写的话会怎么写？什么叫做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白手起家这个词也是要积累一下的哈。然后他承诺将利用有利于商业的这个政策来 turbo charge 经济的增长，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句子怎么写啊。 Lee 哈，a self-made multimillionaire 哈，注意啊，self-made 就表示的是自己让自己自己把自己塑造出来的，是不是所谓的白手起家，没有依靠父母，对不对？OK，不是一个富二代，对吧？他是个 from scratch，嗯、呃，不太好。什么叫做 from scratch 呢？from scratch 他是说，嗯，他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我我这个作品我是 from scratch，你明白吗？我画画，我写作。 我我我用 from scratch 呢，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如果嗯，其实其实表示白手起家的话，他用的更多反倒是这个 self 呃这个 self-made，他更强，他把这个 self 这个词放在前面，其实是更强调他是依靠自己的，他没有依靠别人，也就是所谓的白手起家，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积累一下啊，a self-made multi-millionaire，哈，他干嘛呀？他 promised that he would turbocharge the economy with 呃、uh,，pro business po 呃 policies 对吧？好，这个我们就把它学会了哈。以后你要表示去推动什么什么东西的发展，给它打鸡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 turbo charge 这个词用起来。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标题，就是这个 attackable moment，attackable moment 这个标题也非常的好。这个。 科技它什么什么样的时代呢？什么叫 techable moment？如果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把它说成科技什么样的时代呀、啊、？able，它在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把它作为一个动词，对不对？科技让这个东西成为了 able，让我们的在线教育成为了 able，就是因为我们科技的发展，我们才能够跨越距离的这个限制，跨越时空的限制。 跨越身份甚至是阶层的限制，坐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同一个虚拟的课堂里面去学习，什么叫做 tech able moment？我们就可以说它叫做科技赋能，对不对？科技赋能的时代，哈，是因为科技它让这个东西成为了可能。科技赋能的时代，好，这篇这这篇文章的译文，我们公众号的译文是翻得非常好的哈，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译文之后。 我就是感觉就拍案叫绝，大家如果有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这篇公众号里这篇文章的译文翻出来看看。OK，好，techable moment 叫做、就是、这个科技赋能的时代。好，那么像这样子，前面加一个名词，后面加一个这种 able 哈、啊、作为后缀的，把这个词变成了一个这个形容词，这个 techable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好，这种词意思是什么？就表示是具有什么什么特点的，对不对？OK，具有什么什么特点的。 好，比如说我们说 knowledgeable 叫做有见识的，对吧？fashionable 流行的、时尚的，comfortable 舒适的。但是这些词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词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点。但是这个 tech able 我们是可以自己去把它积累的。它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前缀，一个后缀，把它放在一起，对吧？或者说是一个词根 tech 作为一个词根来看，科技，然后 able 表示是可以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具有什么什么样特点的。 这里它表示是怎么怎么样的，可以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一个科技让它可以这样子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科技赋能的时代，哈。好，那么这两个词，我们刚刚说，我们刚刚说另外一个叫做 t u r b o c h a r g e 现在又学了这个 tech able，大家从这两个词里面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目标是要简明英语，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句子，这两，这呃这呃这两个标题哈，两个标题的这。 这这这这两个表达，你觉得他们难吗？句式非常的简单，对不对？主谓宾结构，对吧？OK，这个就更简单了。但是在这个简单之后，你能你会去忽视它吗？你不会，你反倒会觉得哇，写的太好了，这么简单这么简短的句子哈，用词，但是把信息量非常的大。t a c k a b l e 如果让我们来说科技赋能，你会怎么说？就反正感觉会写个句子，对不对？但是他用就是用这么两个词根就把呃一个词根一个词缀就把它表达出来。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简约但是不简单哈。你虽然是简明英语，但是你不能把它写简单了。怎么样做到有细节？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方法，灵活运用词汇。就是读《经济学人》，我觉得《经济学人》有个非常非常大的用处，就是他能够告诉你怎么样把词汇用的很活。 就他其实是是站在一个 native speaker 的角度告诉你，哎，你看很多词，我我这样用就一下子把它用活了，让别人有记忆点了，而且让觉得别人觉得说这个句子非常的生动。好，就是灵活运用词汇。比如说，我们来练一练哈。第一种方法叫做转换用词的场景，就比如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turbo charge，对不对？它本来是在一个科技的场景里面叫做涡轮增压的，对吗？但是现在它。 变成了叫什么呀、啊？叫做给什么什么东西打鸡血，对不对？那么还有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词也能够换一个换一个场景，但是让人人们觉得说，嗯，好像不一样了。比如说，看看这就这个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看到什么，都可能会发现到处都是推销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广告。那么你这里想想。 你可以把哪个词把它的场景换一换，放到这个句子里面，就让这个句子好像觉得不一样了呢？无论你走到哪里，看到什么，这个很简单，对吧 w h e r e v e r you go, whatever you see，对吧？你可能都会发现哈。那我们可能就会说 y o u r e probably f i n e 对吧？到处都是推销产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好像后面就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词了呀。我都还感觉每个词都差不太多，就是这不就是按照意思来翻译吗？ 那这里面我们有有个什么样的词可以把把把把把把这个意思又精准的表达了，然后又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词用的不错呢？其实这里啊就是就是这个发现到处都是，可能都会发现到处都是哈。这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叫做 Wherever you go and whatever you read，哈，you are likely to be bombarded。OK。 By adverts, touting some products or services，这个 b o m b e r 它本意表示什么呀？轰炸，对不对？无论你看到了什么，走到了哪里，你都会发现哈，你被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轰炸了，被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淹没了。你淹没在什么东西里面呀？By adverts, touting some products or services，这个兜售，对不对？Tout 啊，OK，好，就是那些推销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广告，你被他们 b o m b e r 就是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你说的是到处都是的话，你说啊，the places i filled with blah blah blah，这这你就说太具体了。你把一个东西说的太具体的时候，其实是缺乏了那种所谓的语言的那种文学感、那种美感的哈。我们说语言，它的很多细节就体现在这里。就你把一些可能要用五六个单词表达的一个句子的一个句子来表达的一个意思，你就用一个单词，就是 be b o m b e d by，对吧？OK，就是这个 b o m b e d 就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这是转换场景哈。这本来是一个可能更加军事方面的一些词，但是你把它放在了你自己的写作当中，一个日常的表达当中的话，你会发现不一样了。而且你其实是很突出的你的这个感受，对不对？你是被它轰炸了，被它淹没了。OK，感觉好像到处都是了，你淹没在这些广告里了。OK，这个把你的感受其实也是表达了出来的。所以说哈，注意转换场景，还有。 呃，这部电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弥合种族问题长期以来的最佳的这个机会。好，后面这个句子我就就就就不用说了哈。我们这个点其实是在这里，这个电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大家能不能想一想，引发强烈反响，如果让你用英语来说的话，你会写成什么？反响，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它有很好的 feedback，还是什么？还有什么？还还可能是不是还有有同学会说 hated discussion？Widespread，widespread 它是个形容词，那你那你的后面的这个名词是什么呢？w i d e s p r e a d feedback，你是想说得什么？OK，得什么呢？OK，你再想想。好。 这个电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哈，其实表达就是在，特别是我们平常在形容一个东西，它引发了一个这个这个反应的时候，是有一个词用的比较多叫做这个什么呀？avalanche，avalanche 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本意表示的是雪崩，就是雪山的雪它崩塌，对，雪崩很好，OK，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在句子里面，the avalanche unleashed by the film，这个电影它所引发引发的 avalanche，那它这个电影真的引发了一场雪崩吗？没有，对不对？它其实就表示的是它引发了强烈的这种社会舆论的反响，对不对？那下次你再说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法案，比如说上，我记得那个呃，Colin 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谈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abortion，对吧？这个呃，这个堕胎法案。 你其实就可以说完说 the avalanche unleashed by the act，对吧？或者 by the bill，或者 by the draft，对吧？Abortion draft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OK，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你就可以说是 the avalanche，哈，注意这个。然后 provided the best opportunity in a long time for the racial hurling to begin，哈，后面的都都没有什么，主要是这个 avalanche 这个词一下子就让人家觉得说，哎。 你看中文，我们要用七个、七个、七个这个呃强烈反响，要用四个字来表达的。你可能用英文，你还得写一个句子的，对吧？这么一个一个，或者是一个很长的 expression 的这种表达，你就用一个词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转换场景哈，就是你把一些可能并不在这个场景里面用的词，你把它用到的这个场景里面。第一的话，就是给人家会造成一个这种感官上的冲突感，就是哎，你怎么放在在这里？ 但是他再仔细一看的时候，就说：“哎，还真的可以放在这里。”就是你，他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感受到你的细节，你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细节，而不是说你非得要用一个什么呀，intoxicated condition，对吧？可能别人都不太认识的一个词，来表达它就是 drunk 这么一个概念，没有必要哈。你你反倒是有一些词用的更加的精准，更能够打动人。Hated topic of controversy，嗯。 那要看你这个句子怎么造。首先哈，controversy 它其实，嗯，它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一个热点话题，对不对？嗯，引发了 caused h a t e this topic of controversy。我觉得，嗯，必要性不是特别大。 其实你可可以就是说它什么呀？它它引发了 controversy 就够了，要加一个 h a t e d topic of controversy 嘛。对我觉得，因为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太建议这样用呢？是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这个 of 这个结构，a of b 的这个结构，比如说 topic of controversy，这个其实你跟简明英语运动的这个这个这个目标就有一点点背道而驰了，因为 a of b 它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是可以把 a 或者 b 就只简单的留下来的。 叫什么？叫做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是 of great importance，其实就是个东西是 important，对不对？什么这个东西是 of great significance，它就是一个 significant 的东西，对不对？没有必要加个 of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OK，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哈。 还有一个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暴风雪，让这座城市陷入了瘫痪。这个大家应该赶快想一想，什么叫做让这个城市陷入瘫痪呀？他把这座城市给瘫痪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有这个城市瘫痪，其实我们中文也会这样用哈，英文也会这样用。这个城市它被瘫痪了，那这个句子怎么写呢？大家想一想。 快速的想一想哈，我们就可以说，A sudden snowstorm paralyzed the city. OK，A p a r a l y z e B 的话，就是 A 把 B 给瘫痪了，就是让让 B 陷入了瘫痪，对不对？好，所以这个 p a r a l y z e d 我就觉得也用的还不错哈，就是说。 你看它非常的形象，你看一个 snowstorm，它本身是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对不对？它怎么能够让一个城市 paralyzed？、啊、而且一个城市它也没有生命啊，它怎么会 paralyzed 呢？但是这个搭配就让人家觉得说，哦，我知道了，让你这个城市就整个陷入了一种非常无序，一种一种这种无法正常的进行日常的工作这种展开这些事情，对吧？OK，好，所以说啊，这个词我觉得用的也不错哈、啊。 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旅行结束了，我感觉我的身体被掏空了。我们中文也经常会这样说，对不对？我感觉我自己被掏空了。那么你在英文里面，你咋告诉人家说你被掏空了呢？肯定不能 literal，对不对？不能字对字的翻译哈。Drained，very good，很好。OK，就是 drained 啊。好，我们就可以说 the 呃、uh, the long journey completely drained me。 这个 drain 啊，它其实本意表示是把一个什么东西里面它的这个液体给抽干，那是不是就好像是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一样，对不对？OK，好，你也可以说这个任务啊，它 j o i n e d me，这个任务让我感觉我的我整个人已经被掏空了，我我我脑子只想放空了。OK，好，The long journey j o i n e d me 啊，非常好，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哈，在运用词汇方面是你要转换它的场景，它本来不应该用在这里的。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avalanche, turbocharge，还有这个 bumper，包括这里这个 drain 和 paralyzed，它本来不应该这样搭配，不应该放在这里的，但是它就出现在这里，它有一个冲突感。但是冲突感过后，让人家觉得说，哎，好像也用的挺好的哈，就能够让人家记住你这句话，记住你这个词的使用。 那么这种你说怎么怎么我这种你说怎么写呢？就你自己如果平白无故去造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是风险比较大的哈。这个你真的只能靠平时多读多积累，看到的这样的写得好的词句，你就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真的是要准备一个这种本子，把你觉得写的好的词啊句子啊，把它记下来。好，其实这个《经济学人》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材料哈，我觉得它的用词是。 还是挺用心的哈，挺能看到细节的。好，这是第一个办法，就是转换场景。那么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好，就是改变词性。就有的词它本来是个名词，你把它改成动词；或者它本来是 A 词性，你把它改成 B 词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比如说，个人的实际能力啊，才是企业所真正看重的。那么这个看重用英语咋说呀？ 不要告诉我什么呀，attach significance to 啊、uh, okay。OK，这个企业它所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动词？它本来是名词的，我们可以用来 emphasis on。嗯，注意哈，首先，首先这个 emphasis 呢，它是它是一个名词，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想要用的是一个动词，它的它的动词是 emphasize，对不对？呃、uh,，emphasize 的话有点太具体了，就表示它真的是强调这个东西。way on 也不错，对，很好。value 哈，Agnes August 非常好，OK。呃、uh,，way on 也可以，OK。但是我觉得 value 会更好，因为你我 way on 不是有两个单词吗？对不对？我们说能够用一个单词表达的，我们尽量用一个单词，不要用两个单词来表达哈。好，我们就可以说。 It is the personal practical capability that empress 呃、uh,，enterprises truly value，对不对？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名词，对吧？表示是价值或者是价值观呐之类的 values。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动词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表达我们刚刚说的看重这个意思了，对吧？好，转变它的词性哈。好，呃，这个句子我可能有的同学是，如果上过第六期、第七期我们的这个写作课的话，就这个句子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哈。 当时我们讲了这个兴奋剂的事件，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就会说啊，很多很多人他在看比赛的时候，他就会想，你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会不会就是你用了兴奋剂啊？所以说，当时文章中中就有这么一个句子，叫做“天下赛事一般黑”的这个怀疑啊，笼罩了每一场比赛。无论这种怀疑是否公平，但是人们看比赛，就心里都会想的是，哎，比得好肯定是因为吃了兴奋剂。 比的不好才是常态。那么这个笼罩，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我，用哪个词会比较的好一些？怀疑笼罩了每一场比赛。它其实当时这个例句里面的这个原词哈，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名词，但是在这里面出现在了我们这个例句里。loom，loom 也可以。 但是有一个更好的词，更贴切的词。好，看来大家好像都没上过我们第六期和第七期的写作课。Envelope，嗯，不是的，不是的。这里面一个非常贴切的词，我当时看到之后我我我，我也，我我我也我也我也大吃了一惊哈，就觉得哇，写的真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哈，Failure not suspicion dogs every race。 dog，狗，犬类，对吧？这个 dog 它作为动词的时候，它就表示的是笼罩，而且它特指的是坏的东西，它影响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伤病困扰了谁，对吧？怀疑笼罩了每场比赛，负面的消息，或者是沉重的心情。OK，这个 dog 啊。 Suspicion dogs every race 就表示的是怀疑它笼罩了每一场比赛，不论这种怀疑是否公平啊。Fairly or not，好，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哈，改变词性。这个词一下子是不是这个句子？你看没有哪个单词不认识对吧？但是人家就是用用用的非常的好。这个我觉得就是《经经济学人》他一个写作的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后面的句子。 啊，这个啊，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个是我们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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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对不对？说是我们的女女孩子呀，就是上上战场当兵，他们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个红装指的是就是我不爱去化妆，不爱去打扮自己，对不对？但是我爱的是舞枪弄剑，我去保家卫国。很 <laughs> 好，Agnes，to face the powder not to powder the face，非常好。OK，好，这个这个翻译一本其实是很有名的，这个翻译大家叫许渊冲。 先生他当时翻译的对不对？OK，他给出了个版本哈，to powder the face and not to 呃、uh,，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这里面这第一个 face 表示的是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是我去面对，对吧？去面对 powder，这里面表示的是枪枪林弹雨、枪支弹药，对吧？powder 这个这个这个炸药，那个很多炸药都是有那个什么药粉在里面所，所所所所填充在里面，对吧？你去面对那些药粉、那些炸药。 我去面对这些武装冲突，这些枪林弹雨，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那么在第二个这后半句里面，这个 powder，这个 powder 就是个动词，对吧？去涂脂抹粉，对吧？把这个粉粉在哪里呢？粉在脸上，也就是就是去去去红妆，对吧？去去梳妆打扮。好，这是玄冲当呃老先生当时给的版本哈、啊。 这个其实就是改变词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句，就是你看他把他把这个词性用的非常的活，在同一个句子里面，face 和 powder 它经常上是有两个词性的，既有名呃既有动词的词性又有名词的词性，对吧？这样的句子我们自己也可以稍微去积累一下。当然这个句子它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性的哈，就这个句子被我们中文的翻译界觉得说这个句子翻译的很好，但是其实，呃就是。 当然，许渊、啊、冲老先生他,他本身他翻译的很多材料都还是具有一定的这种、这种、这种争议性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能够，就是、说从站在我们自己审美的角度的话，还是觉得说他这个句子还是写的非常的，至少是很 creative 的吧。好，然后继续哈。对于大多数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学习期间打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这个经济困难，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 经济困难这个有没有同学能够跟我说一下？用英语咋说？不要告诉我 “poor”。说到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说到几个不？有没有几个不同的表达？就是想一想，可能别人不一定能，别的考生、别的写作同学不一定写得出来的。And privileged。 嗯，可以，financially challenged，也可以，就是你们如果单独就是只是说经济困难四个字的话，这两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例句来说的话，嗯，还差那么一丢丢。好，其实这个这个这个句子哈，如果大家看《经济学人》的话，看过应该是今年的，是是年初还是什么时候说的那个安乐死那篇文章里面。 也是讨讨论过这个词的哈，经济困难。那当时说的是说，如果你要让大家安乐死的话，那那些经济困难的州，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去去去支持那些人去去去延续生命，对不对？他他很多时候就会迫使别人去安乐死。就如果你一旦安乐死合法化了的话，那些经济困难的地方，他他他他他他很多那些政，无论是政府啊还是个人呐、啊，经济困难的家庭啊。 他们可能都会选择说啊，既然这个东西合法了，那我就不去支持他了。我我就让我家里人去安乐死。Money stripped 很好、啊、，Agnes 终于想起来了。了 OK，它叫 cash stripped 哈。好，strip 其实本意表示的是这个什么呀？用绳子去勒紧你的脖子，对不对？你想你被什么东西卡了脖子？被 cash，被钱卡了脖子哈，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困难，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表达就很还是比较形象的哈？ OK，好，注意哈，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个 strip 它其实本意表示是一个动词，对不对？你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呃它的这个过去分词形式之后，整体变成然后加上这个前面这个 catch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对吧？Catch strips 就表示是经济困难的哈，这个大家也可以积累起来，就是你以后如果再说到贫穷的，你就可以不用再说 poor，不用再说 impoverished，impoverished imp。 呃，当然你说 financially challenged and and privileged 都还可以，但你也可以试着就说 cat stripped，对不对？OK，被经济扼，被钱扼住了自己的咽喉，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困难的哈。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说其实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的整体目标是要写出简明的英语，不要去给人家感觉是掉书袋，写了一大堆，其实你也不太认识，别人也不太认识的单词，没有必要哈，除非你去考 GRE。 呃，你你你要甩给人家看看你的词汇量有很大，不然的话你，你你在普通的写作当中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写那么多，其实他也不愿意去看，你也不愿意去背的那些单词，这是第一。但是我们说在这样一个目标之下，那我是不是无下限的就把我的句子写得很短，然后写每个单词就写得很简单，好像每个考生都写得出来这样子呢？就变成了那种我去模仿 Simon 哥，我也模仿不出，就是感觉我的分数就很低。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也 get 不到 Simon 哥的文章的美在哪里，它的美到底在哪里？它的美在于它的细节，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在于它词汇的使用。就你你词在使用词汇的时候，你一定首先第一要准确，然后第二的话，你可以制造一种冲突感。这个词本来不应该这样用的，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但是你把它放在了这里，而且让人家眼前一亮，让人家觉得说，哎，还用得很对。 这就是所谓的简约，但是不简单，对不对？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哈，这个方法的话，呃，说起来简单，但是其实后面靠的是长期的去积累哈。那么有个很好的学习材料的话，就是经济学院的文章，大家可以真的去每周就看一篇，我觉得就足够了。你把那篇吃透，你可以自己试着去翻译。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文章真的是写的很好。如果说我我去写的话，这个词我用不出来。你每一篇文章能够积累这么两到三个的话。 你一年也能够积累个两百个了，那这种是非常非常大的量了。因为，因为这种其实你在你自己的写作当中，一个比如说雅思写作，一个三百多个单词的一个文章里面，你能够出现两到三个这样子，让人家觉得说用的很精准，但是又用的很灵活的这个词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哈。好，我们继续，我们这是刚由刚刚的这个标题引出了我们说写作的，呃，注意细节的第一个办法哈。 好，那我们来看看文章的结构。这个文章其实是结构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简单明了的哈。先谈论了这个 b y j u c e 它这个公司的崛起，然后就说了啊，它其实也非常受投资者这个青睐，对吧？然后后面就说它这个背景哈，疫情促进了线上教育的这个发展，然后后面其实呃也谈论到了，其实这个某国就是中国，对不对？我们中国其实对于这个呃课后的这个教辅经历这带来一定的这个。 影响的，比如说很多的各公司就已经消失了，或者说他们就转线上了。然后最后他的这个结论其实他还是比较的乐观的哈。他说，其实还是你虽然有挑战，但是危机危机嘛，里面有危，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有机遇哈。你要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够更好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新常态了，你再想回去是不大可能了。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拥抱这个现实，怎么样的去更好的去利用线上教育的它的优势。 这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它的一个整体的观点。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好，呃，我们的时间有一点点不够了哈，所以我们就不跟大家带着大家一句话一句话的读了哈。这个这个文章篇还是难度不算特别大。如果说有没有读懂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课后到时候不是有个集中问答的环节了吗？大家可以再到时候再来问，或者是这篇文章的这个译文哈，大家可以去翻那个公众号，真的是翻译的非常的好，有很多很很灵活的地方哈。 值得，如果你对翻译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然后我们说第一个，这个 b y i、J、u d i c e was piling on users even before COVID-19,、uh, close classrooms around the world，对吧？这个 "pile pile on" 是什么意思呀？它其实就表示的是这个快速的增长，对不对？积累哈，它不，它如果你看到积累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过程很慢，但其实 "piling on" 哈，特别是这个 "was piling on"，它表示是一种动态的感觉哈，注意。 它不是说 pile 啊，那么一下就就停了，它是一直在 pile on，所以用的是 piling on，而且它表示的是不不仅仅是我在积累，而是还是一种快速的积累哈。注意这里面的它的这个重点。好，比如说当我回去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我的体重就会越来越重，对吧？我的体重就会 pile on，对吧？你就说 When I returned to live with my parents, the weight piled on because I was stuffing myself with home cooking 啊，stuff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就是我吃了啥，对吧？而且这个量还有点大哈 s t r f f 啊，OK，一个比较大的数量。好，就是第一段的，这个第一个单词。好，我们说到这个 b y j u i c e 哈，其实如果你去看它的网站和它的 APP 的话，呃，还是他他把自己说的还是非常的这个厉害的哈，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这个嗯，在教在线教育方面估值一个非常非常高高的公司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介绍。 b a i j u is an Indian multi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y，对吧？是一个呃印度的一个跨国的教育科技的公司。它的这个总部呢是在呃班加罗尔，是印度的一个城市。然后是在二零一一年成立，对吧？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叫 b a i j u 然后一个叫做呃 d e v i a 对吧？这两个印度印呃印印,印,印度印度的人。 所以它这个 A P P 的名字就是以这个 Biju 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对不对？叫做 Biju's 啊，Biju 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as of March 啊，twenty twenty two，对吧？在二零二二年的截至二零二二年的三月份，它的这个估值啊可以达到两百二十亿美元，对不对？而且它的这个注册的这个学生的数量啊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啊，有一亿一千五百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注册用户的这个数量的哈。 我我我曾经试图去注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印度的手机号，他要他要你必须有印度或者是孟加拉或者是尼泊尔的手机号你才可以注册哈。但是这个这个其实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下，他他的这个印度的这个英语啊、数学啊这方面的教学，我觉得还是其实是还是挺有亮点的哈。好，然后呃第一段我们就很快速的跟大家过完了哈，说了一个单词叫做 pile on 啊，快速的这个。 积累后面就说的是这个 b 酒 y 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大家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哈。好，看看第二段里面这个这个这个单词哈，这个呃第二段的中部，In January 一月份的时候，Bloomberg 哈、啊，呃这个呃布隆伯格他这个是一个商业的这个这个什么呀？彭博社对不对？OK，商业的一个有点像新华社，但是它是专注做商业报道的一个媒体公司哈，一个通讯社。 他 reported that h、uh, buyers may soon unveil plans. 哈、uh, unveil 揭开面纱，对不对？其实就是表示什么呀？就是向公众宣布，对吧？宣布他的一些 plan 就干嘛呢？To go public in New York, 他要去纽约 go public, 去纽约上市，对不对？啊，注意注意这个商业方面的表达哈、uh, Go public 就表示是上市。好，好，by merging with a bank a blank check company. 它是和一个这种空头公司把它给兼兼并了起来，对不对？就是、借它的壳去上市，对吧？好，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背景知识以及这个段落的一些一些这个句子，我就不跟大家过了哈。大家可以看看翻译，好，看看这句话。The news agency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had prev previously rumored that such a deal could raise around four billion U.S. dollars, valuing the firm at a cool。 Forty-eight billion U.S. dollars。好，这个 news agency 很显然指的是前面的这个彭博社，这个 Bloomberg，对不对？美国的这个商业的这个信，呃这个嗯通讯社。好，他曾经之前是有传出过小道下去，对吧？他曾经 rumored that 哈，他说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提案呢，可能可以给这个公司筹措大概四十亿美元，对不对？然后让这个公司的这个估值能够达到。 四百八十亿美元，对吧？这个 cool 其实就是个形容词，表示是非常好的，就是看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乐观的一个数字，对吧？四十八万呃，四十呃四呃四千八呃四四百八十亿美元哈。好，那么为什么把这句话画出来哈？其实这句话也是个老生常谈的句子了，就是说这呃这个句子其实也是我们英文里面非常推荐大家去写的。如果你的文章里面能够写出一到两个句子，不要太多哈，一到两个就够了。 当然，我指的是像雅思大作文这种只有三百多个单词的这种文章哈。如果你是一篇长的文章，几千个单词，那你这个数量可以适当的增加。你在通常的这种标准化的考试里面，能够写一两个误误称主语句，我觉得就足够了哈。好，什么叫做误称主语句？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说其实句子的主语是人，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在英文里面，它是有个很强的趋势。 或者说一些文笔很好的人，他是非常喜欢去写主语是不是人的句子，就是物称，就不是人称了，是物，是以抽象的名词或者是没有生命的事物作为主语。但是它的这个动词呢，又有个特点，就是这个动词本身应该来说是只有人才能够发出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行为。你想，只有人才能够去传出小道消息，对不对？一个 news agency 这个时候他去 r u m o r that 的话，就会有一种冲突感。 但是又让人让人家觉得说，好像的确这样用也很好。这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其实可以试着去写一些物称主语句哈。好，物称主语句其实呢，呃，它其实反映的是中文和英文思维的一个一个一个小小的不同哈。我们中文通常来说是特别喜欢以人人称为主，就是主语是人称；英文可能有这么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倾向是用物称哈。 那么后面这个原因哈，我们中文还是不太分人和自然的区别的。然后，但是呢，这个这个这个英文，他们就还是整个思维逻辑底层逻辑，他们都还是非常的独立的，对不对？人和人呐、啊，人和天呐、啊，人和自然呐、啊，都是分得非常的清晰的。所以最后你在表达里也可以看到，它受其实我们说语言也是受文化的影响，对吧？你可以看到从语言的身上看到背后的文化。所以我们在表达东西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东西。 但是英语他很喜欢从一个客观冷静的角度，也就是说第三人称或者是不是人的这种这种这种物称，对吧？他的这个角度来表达哈，比如说这句话说我怎么也想不起你的名字，对不对？就表达的是说我，对吧？从以我的感受为主，我的想法为主。那么在英语的时候，你要说啊、oh,，I can't remember your name，这就有好像有那么一丢丢，嗯，不太礼貌了，你太强调自己了，对吧？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Your name obstinately obst escapes me，对吧？就不知道为啥哈，从我的脑海里面逃掉了。有这么一丢丢俏皮，但是又有这么一丢丢委婉，让人家觉得说你，你还是重视别人的感受的，对吧？OK，好，这是说到了物称主语句哈。我们说其实英文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news agency rumoured that，对吧？这么非常明显的物称主语，其实还有另外两类也是非常常见的。 第一的话，比如说这句话哈，人们普遍认为香港回归之后会继续保持繁荣与稳定。如果我们自己翻译的话，我们可能会说 people 什么 believe that 对吧？但是用英语他就不会这样说，他会怎么说啊？人们普遍认为，人们都认为，我怎么说？还是人做主语吗？这时候主语要换成，比如说在《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话。 怎么样？有那么一个真理，什么呀？单身汉有钱的单身汉都必须要找一个漂亮的老婆，还是怎么样？他那个那句话叫做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对吧？那么在英语里面，他就会这样说，就会说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OK，注意哈，他就不会说 "People believe that"，你就说就用 "It" 作为主语，它就其实就是个非常典型的物称主语句哈。OK。 好，那么这样写了之后，能够让你这个句子干嘛呀？避免头重脚轻，对不对？这是我们从语法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其实它在逻辑上也起到了一个强调的作用，而且也更能够符合我们西方的写作习惯哈。它的这个其实我们说语言表达，它是跟你的文化息息相关的。他不喜欢，不太喜欢从人的角度哈，去去老是说一些问题。他喜欢用从一种客观的角度，就不要老是提到人人人人认为怎么怎么样。 知道吗？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这就是他们所所强调的这个思维方式哈。我们也可以积累一下。好，那么第二，这这是第一种常见的物称主语句。其实还有第二种，就叫做 there be 句型哈。这个就很快的跟大家过一下。据报道，那么你就可以说 it is reported that，对不对？或者你也可以说 there is reported that，这样子的话也很客观，对不对？好。 那么其实第三种我们说物成主语，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把一个本来不应该做主语的东西，一个一个事物把它来做主语，对吧？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就都来到了我的家，这个用中文来说非常非常正常，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英语来说的话，你不能说 They heard the news and they all came to my home，对吧？这个这个就太太太太就感觉好像是披着英语的外壳在说中文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英语会怎么说呀？ 是这个好消息把他们都带到了我的家里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说，The happy news brought them all to my house，对吧？所以这个是哈，所以大家，所以你在你在写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人做主语的时候，你就可以 think twice，可以再再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这个主语，我可以换成这个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一个名词性的成分。 或者直接把它换成 it，或者是 there be，然 there be 句型不太推荐大家使用，因为 there be 句型的话，这个 be 动词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表达哈。我们说使用单词，特别是动词一定要精确，这个 be 动词本身就是我们说叫做半动词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这种表达。但是你用 it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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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OK 的哈。好，我这是我们说到的物称主语句哈啊还有这个句子我没得到这样的机会。 你就不要老是强调我，对不对？你可以说 such a chance denied me，他拒绝了我，那不就是我没得到的吗？而且你看，又有一个冲突感了吧？这个 chance 怎么会 deny 人呢？但是他就是 denied 了我，有冲突感的，但是让人让人家又觉得说好像用的很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词的灵活的使用哈，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好，这也是物称主语句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契机。当你把主语换了了之后。 那这个时候，主语跟这个谓语搭配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冲突感，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有细节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写作方法，叫做写物称主语句哈，用 it is 结构，there be 结构，或者是直接把主语换成一个句子当中的名词成分哈。好，这种这种句子通常来说，它就具有拟人化的色彩的话，然后让人家感觉到眼前一亮的哈。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写作办法。那么第三段这个单词，这个 clutch 哈，这个比较简单，这是叫什么？a small group of people or things，对不对？一群一小撮，对吧？OK，好，一群新生怎么说？我们可以说 a a fresh clutch of students，对吧？好，这个 breakneck growth，我觉得这个 breakneck 也非常的形象哈，你把脖子都给扭到了，这样子的增长哈，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之快。 好，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呀？飞速的、惊险的，它的表表示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啊，唰的一下。好，比如说他们以极快的速度骑着自行车前进，就是 they were cycling a l o n e at breakneck speed，对吧？但你看这种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搭配，它就是应该来形容速度的，对吧？OK，这时候是很正常的搭配？但是你看这个作者，他就是不这样搭配，他就把它搭配成了 breakneck g o w t s 对吧？说这个增长是让让你觉得说很飞速的，你脖子都快要扭掉了的，这个就是有一种冲突感在，对不对？所以这个单词也可以积累哈，你自己把它放在你的那个小本本里面去。好，就是这个词用的很好哈。好，比如说这个 plunk plunk 也是一个就是这种财经方面的一个一个词哈。OK，随意的放下哈。OK，你说一大笔钱哈，他是这个投了二百一十亿。 美元对不对？OK，好，但是它是怎么样？它是 plunked 的，它不是 invest，它就比 invest 更加的精确。好，随意的方向，你想我随我随便哈，甩一甩，二百一十一就出去了，还是美元。OK，好，这个词也用的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积累一下，表达了一种态度。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 predict 啊，predict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表示是预测，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哈，predict 经常还跟另外一个词叫做 forecast。 它是，它是，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两个词是好像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但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呃呃，中文意思很像，都表示预测。但是注意这个 predict 哈，它和 forecast 区别在哪里呢？predict 它一般来说是有根据的，就是我有任何，我有，你看，你看它这个解释了里面，especially as a result of knowledge experience，就是我是有有理论依据，或者是我是有经验的。比如说我说。 呃，这个，嗯，晚霞行千里，我为什么知道还要行千里？晚霞行千里，我我有经验，对不对？我长期以来对于天气气候的一个一个经验，这个就叫做一个 p r e d e c t 是你有依据的。但 forecast 它很多时候它是不太有依据的，就是我自己在这里猜。 明白了吗？所以你要注意哈、啊，你在用单词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要抠它的用的精不精准的话，一个是有依据的，一个是不太有依据的。forecast 就是没有那么有依据，所以我们在我们说天气预报的时候哈、啊，我们说 weather forecast 这个是用的比较随意的。你真的在学术领域的话，它不会叫 weather forecast，像它叫叫做 prediction。OK，它就不会用 forecast，因为 prediction 它是基于很多的数据啊，比如说。 我看到的卫星云图啊，台风的路径啊，不啦不啦，我我预测了什么降雨点呐、啊，降雨量啊，这一些。OK，注意这个区别哈。这些例句，这个 PPT 后后面会发给大家，这个例句也比较简单，就不不跟大家过了哈。好，我们再来说我们这节课还有第三个点哈。好，第三个点就是这个图，这个图的话，其实呃，特别是如果是读商业。 读读读经济类或者是跟数字打交道的这些学科比较多的话，很多同学如果说以后你一旦要留学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你要把这个图描述，对不对？那这个图描述，我们当然大家可能都多,多多少少能说两句话，但是你和别人的区别就是在于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说精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来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 describing trends，你把这个趋势你能不能够描述的比较精准？ 这里面有三幅图哈，大家看一看，都表示的是增长，对不对？能不能告诉我这三幅图的增长有什么区别？用中文就可以了。这三幅图的增长有什么区别呀、啊？ 这个这个它很显然，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就要比别人快一些，对不对？这个好像就更加平缓一些，对吧？对，缓慢、快速、平稳，很好。OK，好，你是想说第一个它快一些，对吧？第二个缓慢一些，第三个平稳，非常好哈。对，所以我们说说到增长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中文说到增长，好像那这三这个增长这个词，三幅图都可以描述。 但是你看看到这个三个英文图的话，你就会发现诶哎，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增长，对吧？急剧增长、缓慢增长、稳步增长，很好啊，很精确，OK，非常好，大家很很快的发现了问题哈。其实如果我们说像这样的，呃，纯线性、非纯线性，嗯，好，很好，你 OK，All right，一个是这个很很很精准哈。 OK，好，我们说到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了这个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文呢，它可能给,给我们的文化相关哈比较模糊，都是增长，但是英文它就不，你就不能这样了，你都用一个 increase 来说的话，那考官肯定不满意，对不对？你这很显然这三幅图是不一样的 increase，对吧？我们在看它在增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是它的一个东西叫做斜率，对吗？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中间这根线叫做什么线？ 这个增表示增长的这个线它的这个斜率对不对？我们说斜率越大，其实就是这个角度越大，对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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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线跟跟这个横坐标所构成的这个角度，角度越大肯定是斜率越大，对不对？OK，好，好，角度越大斜率越大，那么也就是反映的这个速度就更快，对不对？增长的速度更快。好，这就是那么大家能不能想一想哈？当你来描述这个增长的时候，你在描述不同斜率的增长的时候。 或者是不同斜率的上升的时候，你有哪些词？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那我用，比如说用 increase 加一个副词，对吧？也可以。那么除了 increase 外，还有什么东西表示上升吗？或者是刚刚大家说的急剧增长、缓慢增长、稳步增长，有没有一个一个单词能够表达这个词？ 表达这个意思。Surge, skyrocket。好，Agnes，你这个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增长？Spike，嗯，很好，spike 很好，OK，急剧的。OK，Saw，、okay, so, 很好，好，大家都提出了很多啊，非常好，这个 brainstorm 效果很好。 没有提到 increase，没有提到 rise，是吗？OK，好，好，我们说很多词是非常非常常见，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increase，rise，raise，OK，grow，climb，、okay, 这些词应该来说都是我们写烂了的词。然后很多时候同学们可能会选择说把这个词加一个，比如说 increase significantly，rise mildly，对吧？或者是呃这个 grow steadily，对不对？加很多这样子的副词把它。 一起来描述一个增长，当然这种也可以哈。如果你能够在考场里面想出来比较准确的词，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们说，我们刚刚说了，能够用一一个单词表达的意思，我们尽量不要用两个单词去说，对吗？而且我们其实在正规的写作里面是不太用词组的，大家注意哈。比如说你说我去，呃，take a look at，肯定不行，对不对？你就叫 consider，对吗？OK。 不要用一些词组来表达一些意思啊，词组是比较比较口语化的表达。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很精准的词来表达我们刚刚说的急剧啊、快速啊、稳步啊、缓慢啊这样子的？用两个单词或者是甚至是更长的、更多的单词表达的意思，一个用一个单词来表达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说到上升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当它如果是一个。 我这个九十就指的是斜率哈，就只是那个角度，就是那个那根线跟那个横坐标成的这个角度。如果它是这种垂直的增长，当然就是像火箭一样，就是这这嘛叫 rocketed，或者是刚刚有同学就个 Agnes 说的 skyrocket，对不对？OK，像火箭一样，那肯定是垂直上升的是吗？那这个角度就是九十了。好，那么比它稍微稍微稍微慢一点的这个八十度怎么说呢？OK，我们就可以说 escalate，像坐电梯一样。 OK escalate escalate 就没有 rocket 那么那么的强烈哈，但是它差不多也就就到了八十的这个程度了。OK 好，还有什么表示增长呢？swell？OK、okay, 注意哈，如果后面没有标的话，就是每每个每个之间减十哈，那么这个 swell 就是七十了。OK 好，那么那么在下面是什么呢？就我们刚刚同学说的这个 s 速六十。OK 它翱翔在高位，对不对？ 快速的增长，那么刚刚有同学说这个稳步增长，对吧？它的这个斜率是比较一定的，到就就就就,就，然后那个那个那个增长的那个那个那个幅度呢，好像就刚好到了四十五度哈。这个四十五度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可以说 search，注意哈，注意它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哈。好，那么比 search 再 mild 一点，再缓慢一点的叫做 boom，对不对？它好像有个蓬勃的发展。 好，那么如果再小一点点的这种增长是什么呢？叫做 ease up，OK，、okay, 有一个缓慢的，有一个这种比较，呃，稍微的这种增长哈。那么如果这个角度真的是已经是都快贴到横坐标了，就是这么一丢丢增长，这这这种叫啥呢？这种就叫做 edge up，或者叫做 creep up 啊，creep up，OK，、okay, 就是一丢丢的这种增长。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那么几个词哈，大家注意。 从从上往下，就是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就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有几个比较大的重点的，就比如说几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区分点，比如说这个 rocket 对不对？还有这个四十五度的 search，还有这个 creep up。那么它之间的这些词的话，其实差别就不算那么大。那么你在用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混着用的。但是到了这种特定的节点的时候，那你就就要就就不能把它混淆了哈，就自己要注意去区分它。好，那么我刚刚说了上升，那么这个下降呢？ Decrease, fall, drop, decline, descent，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词，对不对？那么大家有没有积累一些关于下降的更加精准的词呢？那如果是九十度下降，应该怎么说呀？Sink，嗯，沉下去。等一下，OK。 嗯，你确定是 p l a n 吧？这个词有没有拼错啊？跟你再再查一查。think think，嗯，不太不太不太好。think 这个速度稍微慢了一点。vertical，你真的很数学。OK，这个 vertical，注意 vertical c a l，对不对？好，好，down down 是个副词哦，这个这个这个肯定不行。OK，好，注意哈。好，好，我们来说一说哈。 Plummet，非常好，OK，好，这个问答炸出了很多同学哈、啊、，OK，好，Plummet 九十度的下降，我们可以用 Plummet 哈，好，那么比它稍微稍微慢一点点的呢，就叫做 Plunge，对不对？刚,刚也有同学说了，好，那么再稍微弱一点就叫做 Collapse，OK，、OK, 它倒塌了，崩塌了，对吧？好，那么六十度的话，就是你是你你你你你差不多是是是怎么样？我看看。 六六六十度是,不是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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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下降对吧？OK，好，slump，好，那么到了四十五度的话，就有点像退潮了哈，subside，好，ab 也跟它比较像，也是表示的是缓慢的下降。那么再缓慢点就是 ease down，再缓慢点就是 edge down，对不对？就是好像那个边边稍微往下面走了那么一丢丢。那么最小的，小于十度的，基本上就没有下降过的这种，跟跟这个横坐标已经。 趋近于平行的这种叫什么呀？就我们刚刚的 creep up 的它的反义词 creep down，对不对？OK，这里面你用词组是完全可以的哈。这里面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单词来替换的时候，这里面用这种词组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比较仅限于这种描述数据类的文章哈，特别是在你描述数据的时候，你如果不是描述数据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词组的话是不太好的。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表写趋势啊，上升和下降。 那我们来练一练，男性吸烟者的数量从1960年的百分之二十一降到了百2012000年的百分之十七，这时候当然可以用 decrease，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 decrease，就是感觉非常的平平无奇，对吗？那么这个时候 decrease 可以用什么词给它替换呀？ 这个时候的 decrease 我们可以用什么词给它给它替换？这个百分之二十一相当的百分之十七，应该来说不算一个很大的幅度，对不对？是一个比较小的幅度。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选那个那个那个角度在四十五以下的那些词，什么 ab 呀，a down 啊，很好啊，edge down，creep down 都可以哈，就没有一个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没有那么的大了。OK，只要你是四十五度以下的，我觉得都可以。 呃、哦，该数字激增了。那么这个激增，你看想想，如果你说 increase dramatically 也没问题，但是肯定是没有用一个单词会好一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词来跟它替换呢？激增，这个激增，我觉得那至少也应该是六十度角以上了，对不对？就这个 soar，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soar rocket 很好，escalate，swear，这些词都可以，对吗？好，好，它这个数字骤降。 那么这个角度肯定也是四十五度以上了，对不对？那这个骤降怎么说啊？我们可以说 plunge，对吧？collapse，slump，subside，plummet 都可以。好，就你如果用个 j o b 就感觉哎呀，就感觉挠痒,痒，就隔靴搔痒，知道吗？说了跟等于没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多大程度的一个一个下降。好，比去年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你看这个角度就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是大于百分百，大于这个。 四十五度角，对不对？或者说是趋近，是接近四十五度角。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说 increase 的话，就感觉就是就是就是没说到点子上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什么呀？你就可以说 rocket escalate 呀，saw，我觉得都可以哈。当然 rocket 要慎用哈，我觉得可能稍微稍微大了那么一丢丢，你可能用 search saw 都会好一些哈。很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啊、哦。这里面这个哈 f a i l dramatically。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怎么样去描述了，对不对？急剧的下降，对吧？骤降，你肯定用 plunge 啊，collapse 啊，这样子会好一些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哈。我们说写作理念方面，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写太复杂的东西，对吧？你你写了一堆你也不愿意去背，别人也不愿意去看的东西的话，没必要。你你要人让人家接受你的想法，看到你的亮点，而不是老是记住你一些负面的东西。 什么呀？比如说读不懂，然后没逻辑，呃，用词太难了，就是好像也没用准。老师记住一些你负面的点肯定是不好的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说在篇章层面上，我们说我们要做到简约，但是不简单哈。你要有简明英语，但是你要有细节，要有亮点，要制造一种冲突感，但是这个冲突过后，让人家让人家觉得说，哎呀，真棒，我要学你这个，这样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写作哈。 在句子层面的话，我们说其实你怎么样去制造这种冲突感，其实你就可以把。啊、可以，你等一下，OK，你可以把那个主语换成一个物称、啊，而不是一个人，对不对？你。那、啊、你快去。OK，你你把你把这个主语换了之后的话，你这冲突感就来了，你的主谓搭配的这个冲突感就出现了，对吗？好，我们说在词汇层面的话，我们说了灵活运用词汇有两种办法，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要转换词性。 第二的话，你是转换场景，对不对？它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你把它用在了这里。这个词本来是个名词，你把它变成了一个动词，这种就就会要让人家有一种冲突感。然后最后我们说了趋势的表达，我们说了上升和下降，你你要注意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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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率，或者说是这个这个角度，这个有多大，对不对？那根曲线跟横坐标的这个角度有多大？越大的话，那你就就表示它的这个上升或者下降的这个。 越集聚，那么你的用词就要不一样。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四个层面的这个内容哈。然后呃，我们今天回去的作业的话，大家就是整理一下笔记，预习我们的下文，然后着手写我们的作业。我们作业的那个题目对吧？关于那个在线教育的，然后写大概两百五十到三百五十个词左右。如果说你希望用雅思的标准修改的话，就在文章里面备注一下，你说呃，比如说你说我我我我希望。 老师用雅思的标准修改，OK。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把它记下来哈。我们在下应该是下周一还是下周二，我们有个集中回答的环节，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来讨论。OK，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先上到这里哈，我们明天晚上见。现在还有什么老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这样，大家先先先休息一下。 好的，那先这样哈，那我把直播课先关了哈。好的，好，同学们可以慢慢的退出直播间了。我我再来看一下怎么关掉这个直播课。好，see you，同学们。